如果你看到一个头顶不锈钢滤面锅向你比这个手势，然后向你高喊 "Redman" 的人啊，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有啥大病，因为在2016年，一个头顶不锈钢滤面锅的荷兰小伙马瑟将自己的祖国荷兰告上了法庭，要求荷兰政府承认他所信奉的飞天意面神教为一个合法的宗教组织，而荷兰政府则认为这个飞天意面神教啊，只是一群无聊人的恶作剧而已，他们的教义是瞎编的，哈，他们的借条是为了搞笑的，甚至是他们的祈祷语，就是刚才这个 "Redman" 都是抄袭来的。但是经过荷兰法庭的审判呢，最终荷兰政府还是输掉了官司，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飞天意面神教为正式宗教组织的国家。为什么叫飞天意面教？待会儿我们来讲。这两个词儿搭配起来就觉得很不正经的样子。大家好，老客。现在世界上有超过4000种不同的宗教啊，其中就包括了我刚才说的这个飞天意面神教。这个宗教啊，姑且把它当叫做个宗教嘛，这个教派已经在不少地方被官方承认为一种正式宗教了。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讲一讲这个为讽刺宗教而诞生的宗教组织——飞天意面神教。我们先讲它的那个诞生哈。2005年初，美国堪萨斯州教育委员会啊，想着要改革一下，他们考虑啊，想将智能设计论和演化论加入到必修课程里面。教育委员会啊，就考虑将这两个理论与物理、化学、数学等同对待啊，要求并列为必修课，而且有同等的时长。这一举措立马就引起了当地家长的强烈反应了。24岁的比伯·亨德森就是其中一位，他毕业于俄勒冈州立大学物理系，他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他认为啊，把这些神学论放在儿童课程上是不道义的啊，和他持有相同观点的人还在当地不少，于是呢，他们就建立起了一个反对该政策的家长组织，并且呢，有效地组织起了几场抵制活动。但是几次活动之后啊，没有任何效果，当地教委会鸟都不鸟他们，他决定以荒谬对荒谬，他就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到教育委员会。亨德森在信里面概述了他自己的信仰，就是飞天意面神教。是不是他在那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然后拿了一碗意面滑倒了之后，那个意面飞起来了，然后他有了这么一个灵感？有可能，真的有可能。他在信里面说，飞行的意大利面怪物是宇宙真正的超自然创造者，他是一个智者。我的信仰和其他信仰一样需要被人尊重，而且智能设计理论有很多缺陷，比如说碳年代测定法。一直是智能设计理论和演化论无法解释的东西，因为这两个理论认为世界是10000年前由上帝创造的，但是对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年代测定表明，地球的历史至少有45亿年，是科学正确，还是上帝在10000年前用一天创造了这个世界？其实都不是。真正创造这个世界的人是那个飞行的意大利面怪物。每当科学家进行碳年代测定的时候，那个众所周知的会飞的意大利面怪物就用他的附肢，就是他身上那些面条须，改变测定结果，以使结果显得更古老。在公开信中啊，他要求飞行意面神怪物信仰的创世学说也要成为自然科学课的正式教学内容。他在信的结束语中完美的总结他的理论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团结一致，为3种理论在全国乃至全球的自然科学课上获得相同的课时而奋斗，1/3的时间给智能设计理论，1/3的时间给飞天意面怪信仰，余下1/3的时间就给那些符合逻辑而又压倒性的推测学说，指的就是物理、化学、数学了啊。当地教委会没有回复亨德森的观点。等一下，我想问一下，什么叫智能学说？智能设计论。智能设计论是什么？我刚才解释了嘛。智能设计论就是有神论，他们认为
世界和宇宙太复杂了，太庞大太复杂了，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肯定是有一个精密的更强的更高的更有智慧的种族或者人设计出来的，所以叫智能设计论嘛。对对啊，就是高等生物设计了这个世界。哎，对对对对，但是亨德森是无神论者，他就认为这是自然形成。但是这封公开信啊却迅速在互联网上引起了轰动。他这种讽刺的论点成为科学逻辑支持者反对其他地区类似行为的完美旗帜和先兆了。这个意大利面精灵怪物迅速就发展成一种文化现象，就是亨德森也就成为这场风暴的中心。亨德森很快就在这封信的基础上完成了他的著作，一开始这本著作名叫《飞行的意大利面怪物的福音》，后来改名叫做《飞天意面教福音书》，这本书最终也就成为了飞天意面神教的教义啊。这本书里面完全按照宗教文学的方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飞天意面神教宇宙。根据这本书的编辑的说法，这本书啊最好与意大利面食物混合达尔文主义一起享用。所以下面的内容大家可以先去弄一盘意大利面，一边吃一边听我们讲。在书里面记载了他们通过摄像机拍摄到了意大利面飞行怪物的故事，并且啊里面描述了他们的这位神，也就是那个飞行的意大利面怪物，贯穿了整个一系列的起源的故事，包括贯穿了耶和华创世，贯穿了佛陀创世，贯穿了克苏鲁创世，还包括贯穿了查理辛创世。好像乱入了什么东西，乱入了一个好莱坞二流喜剧明星。书里面描述他们的神的样子是这个样子，这个飞行的意大利面怪是由一大坨意大利面团包裹着两个意大利面肉丸子，两个面须伸向外面形成眼睛这样的。这个神呢不可见且不可感知，但这个神看起来很好吃。而且你没发现吗，一个不可见不可感知的神怎么就描述出来了？可能是靠味觉吧。有可能而且描述了这个飞天意面怪是怎么创世的，他是这么写的，这个飞天意面怪在一次严重的酗酒之后怎么还酗酒？他在一次严重的酗酒之后创造了整个宇宙，正是由于严重的酒精中毒导致了飞天意面神怪创造的这个地球和世界充满了各种瑕疵，所以啊智能设计论和演化论的所有证据都是由于这个飞天意面神怪布置的。而且他们还解释了宇宙中的重力是怎么来的，宇宙中的重力其实是因为宇宙中的每个物体同时被飞行的意大利面怪物的附肢，也就是那些面条须果冻导致的。里面还论述了全球变暖的问题，在飞天意面教会福音书里面有一个特别严密的解释，他说在过去的200年里海盗的数量正在减少，而全球的气温却在上升，是因为海盗保持了全球的凉爽。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原因就是因为海盗数量200年内减少，200年的气温上升，所以海盗保持了气温凉爽，明白吧？强行相关。对，这个结论进一步得到了国际像海盗一样吼叫日的支持。而且他们理论还有另一个根据，9月19日，9月19日就是刚才提到那国际像海盗一样吼叫日，比另一个科学选择的日子7月10号更凉爽，所以海盗减少导致了全球变暖。而且过去的几年里面呢，亨德森还在研究海盗在世界中扮演的另一个角色，他的结论是海盗可能是人类的祖先。他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啊？主流的科学家认为我们从灵长动物进化而来的，因为那是因为我们和灵长动物有99%的 DNA 都是相同的，而且形态也相同，对不对？但是飞天意面教正确的指出了我们与海盗的 DNA 的相似度超过了99.9%。那不废话吗，都是人类啊。这个是什么新发现吗？
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飞天意面教的聚会里面会看到很多穿海盗装的飞天意面教信徒的原因了啊。听到这儿呢，大家都会觉得这个飞天意面神教有各种荒唐的理论，对吧？但是飞天意面教自己还是很渴望被认真对待的，你知道吗？在他的官方网站的 Q&A 部分，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教派是一个笑话吗？他的答案是一个大大的 No。很多人都在嘲笑亨德森说，什么人会相信世界是由一个看不见的意大利面团制造的？但是这个亨教主啊，完全不在意。他说，许多宗教的追随者并不完全相信他们的经文是真的，甚至是基督教圣经中的许多故事的作者都抱着这种心态来写故事。这些故事呢，是为了展示上帝的教诲，而不是记载真实的历史记录。所以啊，在大多数人看来，对宗教的各方面盲目信仰并不是成为一个真正信教徒的必要条件。所以呢，飞天意面神教就公开承认了他们的教义目的就只是为了搞笑。这也是飞天意面神教让自己啊有别于主流宗教的一个主要方式和原因。而且呢，这个亨教主还自豪地指出，没有任何战争是以飞行的意大利面怪物的名义被强迫进行的。这个我确认确实没，谁他妈会守护一坨意大利面？并且他还热切地提出了自己这个宗教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十四五规划做好了是吧？对啊。他的目标呢，是让宗教与教育分离，让金钱与宗教分离。为了实践金钱与宗教分离这点，所以啊，加入飞天意面神教，你一分钱都不用花。他们的教堂、教会也没有提供可以参观的实体礼拜场，教会的所有日常事务完全是依靠网络或者非正式的聚会来实现这些理想的啊，也没有严格的戒律啊。我觉得他们应该有一条戒律。有，他后来写了八条，就是聚会的时候不能吃意大利面。可以，那是他们的精神内核。亨教主呢，觉得完全没有戒律还是有点不妥，所以呢，他在福音书里面还是写了八条戒律。所以我总结了一下，基本上就是不乱花钱，不浪费食物，善待他人，不建造教堂、寺庙或者清真寺等神殿进行朝拜。最后我要谈一谈飞天意面神教的信徒们，在让他们自己的宗教得到世界认可方面，可谓是做得非常好了，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功吧。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荷兰小伙啊，他就让荷兰政府承认了飞天意面神教。还有在2016年，世界上第一位飞天意面神教的信徒按照飞天意面神教的仪式在新西兰举行了婚礼。虽然婚礼的不同只不过是婚礼的时候要带上绿面锅，牧师同样是飞天意面神教的信徒以外，没有任何区别啊。当然这场婚礼并不是唯一一件官方认可的宗教事件。2011年的时候，奥地利的一名男子就被准许在驾照上佩戴绿面锅。捷克共和国和美国犹他州、马赛诸塞州等州啊，都批准在当地进行飞天意面神教的仪式了。而且在2014年，克里斯托弗·谢佛宣誓就职于纽约盘弗雷特市的市委委员的时候，他就在头上骄傲地顶着一顶意大利面绿面旗。这不算啥。2019年9月18号，美国阿斯加州荷马市一名男子巴利特·弗莱彻头顶绿面锅，庄严地在当地政府会议对着下面一众官员发言。Fund education, waste management, law enforcement, transportation, and health. 我真想知道坐在下面开会的那些人的心情是啥样的。记住，这是在市委委员开会哦。好，最后呢，我们大家要讲一讲，如果你觉得飞天意面神教对你很有吸引力啊，想要加入，那怎么办？首先呢，是因为该教会没有正式的入会程序了啊。根据他们的网站说，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自己认为自己是该教会的正式成员。更棒的是，飞天意面神教提供了一种能被称为行业领先的政策。作为他们飞行的意大利面怪物仁慈的一部分，你有30天尝试飞天意面神教信仰的机会。
如果不满意啊，他们说你自己的上帝很欢迎接纳让你回去，也就是说信仰30天免费退货。如果你想入教，那么来跟我做这个动作，并且高喊一声 Ramen。 好，你现在就是一名正式的飞天意面神教成员了。不，还差一个绿背锅。不一定。